见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唱，好不好？然后解脱应该是上个阶段的，你看那个字迹就知道是我们新歌点的。果然是需要解码的。好了，我们就带来这一首，我大概有一个月，快一个月没有唱了，对不对？这一首歌曲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很难唱，所以我就没有唱这首歌。好了，我们就带来这首《往归之行》啊，《暮光之城》的歌曲，谢谢，心虚。